说，你以为金门马祖他真的在乎、啊、民进党多少年前就已经有抛弃金马论，金马他们更不稀罕，他们心里头搞不好 还在想，我跟你讲，这些独派在想什么？你最好把金马拿走，你金马一拿走，我跟你大陆就断绝任何关系，反正金马他们也守不住，大家都很清楚啊，金马现在这种形势，你怎么可能守得住？所以干脆不要，而且还可以制造什么中国霸凌啊，中国二霸啦、啊。民进党心里头其实是希望劳工最好动作越大越好，但是问题是美国爸爸不希望，所以你看这几天很明显啊，管碧玲啊，本来很呛啊，突然之间开始缩回来。为什么缩回来？管碧玲管妈，你以为他是会忍耐的？他才不会，那是因为上面直接压下来，叫他闭嘴。